咱俩就别兜圈子了。这次是不是有什么案子非我不可呀？我想知道2008年杨先生到现场，在那个废弃工厂里发现了什么。假如每个人都只顾自己逃避责任，那么错误永远不会被纠正。这个无常的世界，最终会让每一个人都付出代价。过了何用美丽的繁星，你要跟我说，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是很难的事，心情会好一点。有机会见到我女儿，千万别跟她说她妈是个坏人。哎，就这一些，尽快写出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不是我杀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会受那么多冤枉？就接下来我也会进入你们失踪的状态。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在海边。为什么我还是记不清？你被你设下的记忆障碍。人在濒死的状态下，淡忘了人和事，会回到记忆当中。到底为什么？我就是植入了一段虚假的记忆。这一切都是你不好的局。对。别一脸不屑的样子。雄州市公安局心理顾问陆红平。醒了？你怎么搁这儿啊？等着你，继续带我吃好吃的。谁呀？赶紧好，听到没有？啊！国际保暖饭，边吃边聊。舒服的姿势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轻松的感觉。张楠，对不起啊。晚上饭做好，我回来吃啊。那个认识一下，我叫陆风鸣。我叫沈墨。杀人放火，大家都住好，继续抓他。这十年我没有一刻不想亲手抓到凶手。钟阳云，预备大道追查。为什么？他们真的跟你有仇。当年你为什么如此？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杀。只要你还活着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。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只要你曾经威胁或者侵犯过我们国家的安全，不管你在哪里沉睡，我们都有能力找到你，也有责任让你醒过来。前路艰辛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变数，永远都有可能发生意外。我们有可能失败，也有可能成功，做好吃土的准备。